相当于您的爸爸把我爷爷奶奶拍完了，肯定是把您当成小鲜肉。那您是看错了，他们都把我当大叔了都。没有没有，我看很多粉丝还给您起了一个叫九日弟弟，因为我的旭就是九和日嘛。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呀？这些描述符合您的定位？我自己没有什么定位。嗯。对，我觉得，演员，做一个真正的演员，我觉得就像一个面团儿。这个角色需要你捏成什么样，你就要被捏成什么样，你就要捏成那个样子。就是，真的就我把自己当做一个面团，当我在这个角色的时候，那我可能就把自己捏成那个角色的样子，在另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就把它重新捏成圆，再捏出来一个形状。当我自己生活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自己，我就是我自己。我在生活中，我开心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，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对，我不在乎说别人会给我贴什么标签，因为别人给你贴标签，证明大家喜欢你。